我节奏太快，笑起来嘴角开开，一快乐两只手都不知往哪摆。我说这世界太快，没时间老神在在，一眨眼每分每秒都可能停摆。说我每个月光光都是好时光，到我的坦荡，我的善良，我的理智有轻重。你做白日梦，不让梦只是梦，不听别人怎么啰嗦，闷头往前冲。就算不放纵，心冲冲冲昏头，只想锁好每一分钟，永远不放松。这个阿达，这个你的事情小张都有跟我说了，那以后你们有什么规划啊？哦，我现在跟宇珍打算跟宇豪哥看齐，开一间公关公司。哦，你要创业啊？这很好啊，你在大公司有历练，然后加上又有家里的背景，我很看好你哦。没有了，我不是说这个了，我是说你跟宇珍，哎，我女儿都跑到地上追你了，你还要怎样？我是说有什么计划没有啦？哦，我是想说，如果江爸不反对的话，等我的公司开幕，我决定成家。如果江爸反对呢？对。爸，那我就一定求到江爸同意为止，同意把宇珍交给我。是，哈哈，儿子，拿酒来庆祝一下。好，哎呀，拿什么酒啊？哎，你才开到玩呢，你还没复原呢。你不可以喝酒，不可以喝酒。江爸，不要，不要喝。复原了，不要，不行啊，喝一点点酒，喝一点点酒。我喝大补汤。我们家民主，举手表决啊。好，表决表决。赞成江爸爸。现在喝酒的请举手。好，算你两票，算你两票啊！放下，放下，放下。那不赞成江爸爸现在喝酒的请举手。好啦，好啦，表决通过，不可以喝。好了，喝酒多了，喝这个了。哎，喝他就对了。一说就醉。你不怕吗？你吧。伯父，你不用担心，吴耀已经进去看了，等他出来，我们再问状况怎么样，好不好？现在情况怎么样？我们可以进去看他了吗？还是先不要，因为骨髓移植需要破坏病人的免疫系统，才能够长出新的骨髓。但是在长出新的骨髓之前，可能还会有一些发烧或是并发症产生。简单的说，其实以杰现在的状况还蛮脆弱的。脆弱？嗯。脆弱什么意思啊？吴仁耀，说重点啊！重点就是以杰其实手术还蛮顺利的，他的求生意志还蛮好，所以恢复的也很不错。那就好。以杰会不会？宇纯，你要有信心啊！以杰一定会没事的。不过这几天是关键期，我会多加留意他。那谢谢你啊。以杰，加油！我跟宝宝都在等你。
两件事情报告。总经理，这是第一季的行销计划，细节我在开会的时候都跟你报告过了，但是还有一些预算项目都是还要你批准。好，那第二季呢？哥，我有事跟你商量。说吧。琳达她现在自己在忙创业的事情，有一点忙不过来。嗯。我之后应该会过去帮她。你的意思是你不留在青春之泉跟哥一起打拼？没有不想啦，但是可能就没办法了。哥，希望你可以谅解。当然谅解啊，不过这个创业刚开始会非常辛苦，可能会发生很多事情，比方你公司的资金被员工盗用啊，或是人事异常的异动，甚至发生很多不可预期的风险。不过记得未来发生什么事情都要跟哥说。好，我知道，哥，谢谢你。另外就是你离职日期啊，赶快告诉我，我好找人交接。哦，好，那我确定日期马上跟你说。哎，既然你都麻烦我了，我有事情要麻烦你。什么事情？你有空叫阿达常来我们家吃吃饭吧。还吃饭啊？他已经很常到我们家了，还找他？你也不是不知道，你老爸那么爱他。哎，人家说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有趣，我们家反过来是老丈人看女婿越看越有趣，搞到我这儿子都吃醋了。哎，哥，你少在那边。嗯。哎呀，好啦。不跟你说这个啦，我今天下午要请假哦，我有事。约会准？不是啦。那就不准。啊，是啦是啦是啦。也扣，你打电话是不用抢。我看我这波帮你找到他，你的电话账单有的缴了。这车都已停产了，你还花那么多钱买它？有没有多一点安全帽？有啊。在我们公司。哦。小心点骑哦，这东西掉到地上会碎。哦。你打，他掉了。啊！不用担心，我为你挡风遮雨。也曾让你伤心惹你生气，赌气的松开了眷恋。6:50了。月亮在哪里啊？就在前面啊。哦。你骑大车子嘞？下。哭了就懂你开心，把你的悲伤包在我身上。我还是很担心你啊。你的车怎么样啊？好像越来越常修了。都骑了十几年了，一修再修的。老板说再修也只是回光返照。反正我的车都已经买了，我看到你这样做的很开心，我也就很开心啊。小白呢？啊，小白。你的小五十啊，十年了耶，我们一起去过多少地方啊？春若风，林若雨，晒过太阳，一起共患难。啊，他还晒过挚爱，共富贵都有了。小白他跟我说，他不忍心看你跟。
跟着我这样子风吹雨淋晒太阳的，所以我放他自由。喂，宇正，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我们的青年创业贷款已经申请过了耶。真的吗？怎么那么棒啊？那太好了，我跟你说，刚好我也有一个礼物要送给你，可以顺便庆祝这一天。啊？什么礼物？麦萌，你在哪里？我想这样抱着你好不好？再往前。好。好听哦，前面没东西啊。好。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么神秘。再一下下，不可以偷看哦。哎，小心。好。好，在这边不要动，不要动。站好，站好。好。嗯。我们看哦。可以开了吗？可以，可以。一、二、三。到了。哎，我的小白。哎。嘿。为什么？你怎么找到他的？我最后回去找那二手车行的老板啊，哎，我一直打电话撸他，撸他好久哦，然后常跑去车行找他，他才愿意帮我找，好不容易终于找到了，差一点就被回收了。啊，这台小白陪着我上大学，陪着我打工，陪我上下班跑业务，我人生当中最快乐、最重要的时光都有他在。当初要不是心疼你吹风淋雨还生病了，我还真舍不得把它卖掉。我知道啊，你刚刚说的那些时候我也在。既然这台小白对我们两个都这么重要的话，我们结婚的时候把它当礼车好不好？方明达，你这样子求婚会不会太随便了？啊？哦，所以你的意思是，你会答应我的求婚，只是我的方式要改变一下，对不对？对，至少 CC 数要大一点吧。哦，真的啊？真你的头，好笑吗，方明达？哦，啊，那不然我们其他去兜风一下。小白吃，你说什么？小白吃九五。对，对，他是吃九五的。应该还发得动吧？不知道。嘿嘿嘿！坐好。嗯。出发。加油一下，吴仁耀！宇纯，你怎么在这边？是医院通知你的吗？通知什么？怎么回事？以杰现在有状况，他发烧到39.5度，可能还有复发的迹象。现在怎么样？病人现在目前高烧不退，发到39.5度，皮肤出现一些红疹，而且有腹泻现象。那不要担心，我们现在马上把病人转到加护病房。啊，
无人要，为什么要转到加护病房啊？雨春，以前转到加护病房是为了有更好的照顾，等到他高烧退了，状况稳定了，就可以转回普通病房，不要担心啦。可是我……雨春，你现在先不用担心啦，你现在要先把以杰的病房收一收，让房间空出来，他这两天都会住加护病房。去照顾他了。加护病房有探病的时间，你跟伯父都可以去看他。那就麻烦你们了，谢谢。以杰，大家为你付出了这么多，你一定要活下来，你自己要更努力的活下来。伯父，你不用这么担心，以杰一定没事的。江雨纯，你在干嘛？坐劳作。我在折纸鹤，替怡姐祈福。怎么了？为什么突然要帮怡姐祈福？没有啊，她接受宝宝的骨髓之后，就一直在发烧。发烧？那爸妈知道吗？我没有跟他们说。不过有人要说，撑过24小时就没问题了。我只是怕他们担心。辛苦你了，我只是很害怕，他一直昏迷，我根本什么忙都帮不上。不要这样子说嘛。你看你现在怎么担心难过，又能帮上他什么吗？你勇敢，笑一个。你知不知道有人说微笑啊其实有很大的力量，你们现在应该要把这个力量一起分享给怡姐啊，对不对？为了她要勇敢，下一个。我们一起帮怡姐祈福。我跟你一起折纸鹤，你教我。对折，对折。好，甜甜，下一题哦。小狗、老鹰、燕子跟麻雀。谁跟大家不同啊？
小狗，小狗不会飞。甜甜好聪明哦。说说去呗。哎，不用不用不用，你坐着，我去就好。哦，谢谢你啊。小姑姑，你看子浩会飞哦。对呀，因为呢，还要带着祝福飞到杨老师的身边。哇，好神奇啊！那为什么十号可以去看杨老师？我也想要送祝福给他。嗯，现在还不行哦，因为他现在身体非常的脆弱，不能有任何一点细菌，要不然他病会好不起来，所以我们都不能去看他。那你要乖乖帮我跟杨老师说，祝他好起来哦。妮妮，你好乖哦。小姑姑，你最近变得好温柔哦。真的吗？以前你跟阿嬷讲话都比大声，连幼稚园的老师都听得到。他问我说：“你跟阿嬷什么时候生日？”啊？为什么？因为他要送你一瓶枇杷膏。耶！现在小姑姑变得很温柔，是因为她肚子里面有一个可爱的小宝宝。那我希望这个小宝宝永远都不要出生，这样小姑姑就会永远很温柔。哦，这样啊。哦，那甜甜就不能当姐姐喽。我要当姐姐，我要当姐姐。那小宝宝赶快出来。哎，希望甜甜当姐姐的时候，杨老师可以陪在小宝宝身边。不会，早早，我相信他一定会。很快就好起来。小姑姑，为什么要折纸鹤啊？折纸鹤呢，代表我们的诚意跟心意，希望这个愿望呢，是他赶快好起来，恢复健康。那我要赶快折，我要杨老师赶快好起来。你是不是累了？要不要先去休息？没关系啊，大家一起折，这样比较快。耶！大家同心协力，杨老师一定很快就会回来。来来，这里是防碍，把它打开啊。然后那个产量的话，就是在公司再没有给你这样子。好好，那就再持续联络。好好，再见。哎，阿达，你怎么会来？雨珍呢？她不在吗？哦，她刚刚去那个做布旗的公司了。哎，不然你坐一下，等她一下。哦，没事啊。我只是想说路过上来看一下你们。哦，路过。所以我们楼下有卖盆栽哦。啊，我怎么不知道？我也要一个。好啦，不闹你了。
不然雨珍回来，我跟她说你来过。嗯，好，那我先走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刚走哎，不到一分钟。哦，哎，明达，哎，你都来找我了，干嘛不等一下？哦，没有啊，因为婷婷说你去找厂商啊，我就不想打扰你工作，而且我也没什么事啊，只是路过上去看看你。这给你。这是什么？这我做的便当啊。想说你最近很忙都不吃饭，如果是我做的你就一定会吃。下雨天你骑车小心。多遗憾说不出来，拥有什么却与我回公司了，拜拜。灵魂却是少一块，哎哎呀呀呀，请问有谁看见我？怎么感觉这一幕我有梦过，请代替我把它带回来，我决定告别等待，贴过这段哦，爱情它来得多意外。李杰，恭喜你！谢谢江爸，谢谢大家。哎，还不止哦。首先，爸爸在这儿代表大家，恭喜你获得重生。再来呢，我要特别的感谢院方跟主治大夫，谢谢你。因为你们的细心照顾，所以我儿子才会这么快的好。谢谢，谢谢。另外呢，我要特别感谢一位人，姜文强先生。我要特别感谢他，因为他的善心跟慷慨，所以我的儿子呢，他有机会获得重生。谢谢你。所以呢，我决定以姜文强为名，成立一个白血病基金会。延续姜文强这种牺牲奉献的伟大精神，可以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。哦，先加工。哦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太伟大了。不过以前这个事情哦，我们以后都自己人，都不用客气哈。哦，是是是，这一切都是宝宝的义务功劳。从你身上找到答案，如果相爱就现在。这个小珍啊，你跟阿达办公室找怎么样啦？哦，就现在还在看呢，可是都还没有找到合适的。哦，没关系的，这个满足可以到人哦。嗯。啊，刚开始比较困难一点，没关系哦。啊，你不听人讲哦。夫妻同心呐、啊，其利断金，在不？有吧？哎呦，小珍，你害羞什么啦？不过阿达这个慢郎中吼，要等他可能又要等一阵子哎。啊，他个性就这样啊。哦。那么多，好。哎，我来开门。哦，我来开。哦，好好，你动作慢一点啊。哦。小妹妹。啊，哈哈哈哈哈！来，这样来，欢迎欢迎，让我请两位，来，坐坐坐，大家都上，坐坐坐，哎，跟杨宝宝来喽，杨
放心吧。来，一点上，一点上，一点上，哎呀，这个呀，人来多好啊，搞得少啊。哎，这是应该的。是这样子，我们想哈，雨辰这个肚子啊，是一天大一天的。这个婚事是不是要早点定啊？是啊，是啊，是应该要这样。不过我有担心他们两个小的，满脑子就是理想理想的。哎，也不知道这个生活能不能照顾，尤其他们又有小孩了，这。江妈，你不用担心了，因为最近我的曲子有得奖了，有蛮多唱片公司来跟我邀歌，所以我的音乐路应该还算蛮顺遂的。我一定会让雨春和孩子都平平安安的生活。雨姐，江妈相信你，加油啊！对啊，而且你都知道我现在最夯的网络作家，哎，我也可以赚钱啊。怎么可能让小孩子饿着，对不对？好了好了，不一定哦，你那么会吃。这个你们放心，只要他愿意做我们杨家的媳妇，包在我身上，不会让他饿着。那以后就要麻烦你们了。不麻烦不麻烦。不过我想跟雨杰讲一下，小纯呢是我们家年纪最小的，我们都很宠他，所以他有点娇生惯养，你要多让他一点哦。他陪伴了。好，我会多让他一点了。什么才一点？好，老婆大人。亲家公啊，亲家母，这个如果你们觉得这个没问题的话，那这门婚事就这么定了。哎，当然当然当然没问题。那我现在就回去找人立刻看日子。好好，那就麻烦你了。好，你们坐你们坐。应该是我的，应该是我的。留步留步留步，会不会？那我先走啊。好好好，再见再见。再见。哎，小心啊，慢点。我们握下手。你小心啊。对。哎呀。来，老公。好嘞。好了，这样就把心安下来啦。哎，这个小珍啊，妹妹都要结婚了，你当姐姐啊，应该在妹妹前面嘛，哈。哎呦，这怎么能急啊？我。阿达还没跟你求婚呢。对啦，他没跟我求婚啦。哎呀，这怎么行呢？拖那么久了，要不然，哥跟爸就催他一下吧，啊。干脆这样，你打算约他来，老爸传授两招给他。哎呦，你们的方法都过时，太老梗了啦。那你有什么方法？你讲嘛。啊，说，你说，你说嘛，你说嘛，你要怎么吹啊？你就说嘛。突然讲话是不是？哎，有没有？哎呀，我的我的，真是老梗了耶。大哥，你到底想不想娶我姐啊？我当然想啊，可是我还没想到好的求婚方式啊。哦，等你想好都民国几年了，诚意最重要。而且我今年想要跟我姐一起办婚礼，哎，你快点好不好？你赶快用诚意打动她，我想要赶快叫你姐夫。难道喜欢一个人就一定要跟他告白吗？废话，难道你要叫他跟你说，我好爱你哦，你可不可以娶我？你不要再做梦了好不好？哎呀，反正不要管这么多了啦。我一定要跟雨珍告白。你这么早在这边干嘛？雨珍啊，我有件事情想要跟你说。什么事？我。这什么？小心啊！对不起。玉珍，我有话跟你说。你们要这个姿势说吗？能不能坐着说？对不起，有件事我藏在心中已经十年了，我一直都很想要跟你说。
接下电话。喂。经历了这么多次失败的告白，我一定要给宇珍一个最浪漫的求婚，而且这次我一定要成功。不管如何，求婚一定要钻戒吧。希望我挑的款式，宇珍她会喜欢。采光明亮，通风顺畅，格局又方正，不错吧？这附近的环境啊，更是好得不得了。旁边就有小公园，走几步路呢，就有捷运站，而且还有商场跟邮局。不论是采购或者是文件快递啊，都很方便。是啊，是很方便啦。可是那个价格有一点……价格方面，两位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呢？老实说啊，像这种大坪数的豪华办公室啊，这个价格已经很便宜了。对不起啊，先生。其实这一间呢，已经是我们看过的第八间房子了，实在是太大了。而且我们以后的公司可能只会有五六个三。可能也只有我们两个人，所以这个我知道了。不过呢，办公室啊还是租大一点的比较好，可以预留一些空间啊，免得到时候又要搬来搬去的。还有啊，现在这么不景气，要是有客人来访看到这么大、这么气派的办公室，也比较放心把生意交给你们啊，两位说是不是？不好意思啦，先生。其实你介绍的单位都很好，可是我们的预算真的没有那么多。还是说有没有一些就是格局小一点没有关系啊？价钱便宜一点，离市区远一点也没有关系。小姐不要这么说啦，本来我看到方先生以为是亚洲金控要租的，所以才会这样介绍。既然你都说得这么白了，不过没关系，预算不够啊，我们公司也有经济实惠的介绍，请过来。宇珍啊，还是我们就不要考虑价钱跟大小，我们把它租下来吧。不行啦，浪费那个钱干嘛？这空间太大了，而且很贵。不会啦，其实弄一弄这边看起来挺气派的，不错啊。而且如果多出来的空间呢，就代表我们对于未来的公司可以规模更大、做得更好的一种象征嘛，也代表我对你的承诺。方明达，你该不会是想要用一个租大一点办公室这种方式来跟我求婚吧？有这么明显吗？走啦。介绍一下。价格便宜，实惠公道。就这样。对啊。小姐，我看你这么直接，我就老实跟你说，每个单位的确都有它的优点可以介绍跟吹捧。当然啊 ，CP 值越高的，我们介绍的就越多。不过，如果是一般般的，也就只有这样了。不会啊，
我觉得这里看起来挺不错的啊，装潢一下应该蛮像回事的。嗯，这个当然啊，我们这一行啊是要靠诚实跟信赖混饭吃的，不能说谎。总之呢，我保证这一间绝对不漏水不漏电。先生啊，这一间的租金是不是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个价钱？对啊，很便宜吧？怎么样，两位是不是决定要租了？可不可以再便宜一点？哈，还要再便宜啊？小姐啊，再便宜不要说办公室了，我看你连厕所都租不到。先生，真的不好意思，我们租这个办公室是要创业的，你也知道创业的流动资金本身就比较少，所以真的麻烦。好了好了，我答应你，我答应你们。真的吗？你答应哦。你们真的很会赌哎。好啦，屋主有给我降一层的权限，大家爽快一点，你们今天付定，我们明天就签约。好，我租了。恭喜恭喜，两位这么精明，我想以后做什么一定都会赚钱的。谢谢。那我带两位到附近去看一下。这边请。明达，我们的事业就从这里开始了。嗯。求了吗？算还没。哦，你动作快一点嘛，我姐在等你开口哎。而且我姐都跟你告白了，守在那边。好了，我知道，我会主动的。可是，各位在座的各位呢，都是阿达哥跟我姐的亲朋好友，看他们爱情长跑时呢。他们不累，我们都觉得累，你讲对不对啊？对啊！所以呢，今天要召集各位，请大家配合，把他们两个塞奏堆。我希望给他一个特别难忘、浪漫的求婚。什么？电影票啦？你搞点，大家约阿达哥一起去看。不是。安伦，总经理，我知道你今天来这里的目的，我想你不必费心了。没错，我今天是要跟他求婚。今天你可能不会答应我，但是我会再求一百次、一千次。如果你再不嫁，我就要嫁了。雨珍，也曾让你伤心、惹你生气、赌气的松开了眷恋，彼此温度的双手，走了几步以后。我们同时回头，两颗心早就已经有了默契。哭了就逗你开心，把你的悲伤放进我身影，贴近我胸口，听我的心在说。我想这样抱着你，好不好？拥抱着，不管天有多热，我绝对不放手，只想这样抱着你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感受彼此每个心跳，都说着我爱你，就算世界末日，我只要你就好。和你手牵着手一起旅行，看着你的侧脸洋溢着幸福的表情，有时候天气晴，有时候风暴雨，不用担心，我永远都会为了你挡风遮雨。